我今天打败你，洗清耻辱。你在干嘛？你自己都说了，元武道不是用来打架的。金百草，动手吧。门没锁，进来吧。你在干嘛？白师兄，没事，我就是天气太热了，凉快快。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知道了韩国训练营对你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因为沈教练说，我只有拿到最优营员，才有资格挑战廷一前辈。只有战胜了廷一前辈，我才有机会参加世青赛。这是其一。更深的意思是，我想让你看看这个世界。元武道的世界很大，在这个世界里有很多才华横溢、天资卓越的高手，他们每个人都想努力地攀上那个光芒万丈的顶峰。不要以为只有廷英是你追赶的目标，即使你追上，也只是到了山腰的位置。廷一已经是多年的全国冠军，但他打国际比赛最多能争夺二三名的名次。这些年女子元武道界的顶尖位置一直被韩国的少女宗师李恩秀占据。李恩秀，少女宗师？对，李恩秀出身元武道世家，她的外公和父亲都是统领韩国元武道界的领袖人物。他在12岁时就开始参加比赛，横扫所有青少年组的对手。韩国元武道界为他特别破例，让他可以参加成人比赛。他在13岁就拿到第一个韩国全国女子组冠军奖杯。此后，他参加国际比赛，将所有的冠军奖杯收入囊中。女子元武道界从此进入了李恩秀的时代，所以韩国破天荒的在他17岁的时候就授予了他黑带七段的位级，被誉为韩国未来的宗师级人物，被称为少女宗师。好厉害啊！我会努力向恩秀前辈学习的。我希望你能超越他。我先向廷一前辈看齐。
之后再向着那个光芒万丈的顶峰努力。你为什么总是戴着这个发卡？我喜欢。记住，你来韩国的目的。我一定会努力拿到最优姻缘的。